OK，做好以后，接下来把它给组装一下，把这个大环给掰开一点。放到这个上面，然后可以用一根笔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把它给合到一起。如果有小钳子的话，可以用小钳子直接夹到一起就可以。然后用戳针，从它头顶的中间的地方，这样向下戳。比一下这个九字针大概能穿到哪里，到这一片，然后可以这样斜着穿。大概到这边，OK，这样给它向下穿一下。然后把九字针给掰直，按照刚才戳针穿的孔把九字针穿进去。然后这样，从它穿出来的地方打个勾。把它给捏弯。这样藏进去，然后接下来用羊毛把真伪给覆盖一下。OK，然后把这个星星随便从哪一个角这样穿一下，把这个大环给打开，然后穿上去。把这个星星这样穿到钥匙链子的最后一节，然后把它给合到一起，然后平安的小牌牌给用小环穿一下，把这个小环给穿到这里，这个大环上面，把它给推到一起。有小钳子的话，用小钳子夹到一起就可以。要么把它们给按到一起也行。OK，然后把这个给掰开，把羊毛毡的成品给穿上去，这样就 OK 啦。